阳光一点一点洒落大地，从山上探出头来，金碧辉煌，闪耀着光芒。宜兰太平山的日出美景令人难忘。2020年第一天就来这边迎曙光，罗东林管处也大方公开私房景点。翻腾的云海随着光影变化万千，这里是望洋山步道的终点，从这边可以远眺南洋平原跟龟山岛。再往山里走一点，冬天才看得到的满水位翠峰湖美景就在你眼前，翻飞的天边云彩映照湖景，绝美景色实在难得一见。太平山限定的蹦蹦车是不少大小朋友的最爱，其实在蹦蹦车起点月台以及太平山庄也能轻松捕捉到曙光乍现的一瞬间。太平山2020元旦当天凌晨3点就开园，鸠兹泽温泉区也从上午7点就开始营业，希望让大家新年第一天都能在曙光之下获得满满能量，身心舒畅。